大家好，我是宇豪。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会尝试录我第一段微博的视频。那今天有很多事儿，那我先要去的就是新国贸饭店，然后呢取一下我的练功场的卡，是他们给我的。以后可能录视频啊都要在这儿录了，因为可能这个环境比较好，比较漂亮，有泳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晚上是要去和何穗吃一个法兰晚宴，大概是在6-7点钟。那接下来我要去练功场里取我的卡，还有几个伙伴，我们一起今天。稍等，没事。我怕那个我脑子不好使。这个必须带着，这个必须带着。好朋友们，今天事实在是太多了。先是过来取卡，取完卡呢，我还带了套西装。这个西装呢，肯定是有用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和队友一个晚宴。那。我就想知道这个名字是谁写的，没有，咱们出来聊一聊，这什么鬼？这写的这是小学生啊？这是？他们现在抖音，好多小孩抖音这。Sometimes my heart's running kinda empty. These days my mind's feeling kinda heavy. Don't lie, I know you feel it too. Thought I found it, looking for that fire. Followed you back down to Carolina. Slow drive, headlights still miles from you. I keep chasing after feelings to a place I used to know. Go 这是最后一件事儿，就是来这儿吃晚饭。全场好像只有我是自
自己一个人过来的，大家都是有小伙伴陪着啊，而且我现在特别热，特别热。Don't lie, I know you feel it too. Oh, thought I found it, looking for that fire. Followed you back down to Carolina. Slow drive, headlights still miles from you. Oh, I keep chasing after feelings to a place I used to know.为您带来的1664法兰晚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Sean。 奥黛丽赫本呢曾经这样形容，优雅是永不褪色的美，而今天我们把优雅披上蓝色的外衣，以蓝为名，从法国特有的晚餐文化、生活美学与时尚理念中汲取灵感，将法式晚餐中的精致艺术与氛围感完美演绎，为你带来一场优雅又摩登的法兰晚宴。Hello， 你好，大家好。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税。看一下我们的官方摄影，我来帮你拿一下麦克风好吗？邀请函开始，然后因为要有一个蓝色优雅，对，这样子的一个 dress code， 然后挑选礼服的这个过程，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描述了这个过程为灵感，然后去表达。我看到今天的场景就很多是跟我的那个视频里的那个装置很多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视频从灯光啊、音乐啊、设置，其实它都是想要去表达1664它的优雅美学。对，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啤酒广告印象中都会完全不一样。是这样的，那其实。粉红菲菲老师，知名运动小咖，又看宇豪。啊，我们预祝你。